粉丝就跑说啊 ，C 啊，我想要你的签名。他说今天就靠背，觉得很烦，所以他才把他的脸盖住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认出他。对，但是其实你 Google 一下 C 啊，早期其实看得到，就是还像蛮像，就是羞涩版的泰勒斯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介绍这一首《无心插柳柳成枝》，跟 Everybody 前奏很像的歌曲，《铁达尼号的好兄弟》。你再不下，我就掰不出来了啦。哦，你讲那么长。